指挥中心，先让我们进入一场简单的热身训练。请跟上我的引导，首先按住左下角的摇杆，移动到黄色地标。对目标造成一定伤害。点击这里使用闪避技能，您可以通过闪避操作快速移动。使用枪舞技能，可对多个方向的敌人造成伤害并减速。点击这里使用技能，使用魔鬼的步伐快速与敌人拉开距离，避免受到伤害和控制。机械可对扇形范围的目标造成伤害。滑动或拖拽技能到这里，将技能丢向敌方所在的方向进行瞄准射击。这个方向没错吧？滑动或拖拽技能到这里，继续消灭另一个方向的敌人。小心点，对方前方就是强大的体能武器师，根据地表的方向指示前进。是否发现目标？前的战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，下面让我们进入真正的挑战。发现
周围。Thank you.
收到。